油，有妖气，提供。哎呀，哎哎呀，哎呦，嗯，哦，憋不住了，哎呀，这，爽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走错了。搞基呀，居然走错厕所！啊，不好意思，走错了。这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走错了啊！不好意思，走错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啊，不好意思。秦叔上厕所。隔壁的大姐，借我点纸行不？我是一个悲惨的人，我有人格分裂症，导致我的身体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恶魔，不能去，我就要去。你这样损人利己是不对的，虚伪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No， 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是在犯罪，滚开，不要妨碍老子抢银行。秦叔人格分裂。哈哈，小鬼子去死吧。没子弹了，快上弹。什么武器都不用换弹的。抗日奇侠老君觉醒记，无限弹药。小鬼子去死呀。哦，不，小鸟。哦，老鸟。抗日奇侠黑胖觉醒记，队友死得越多越强。抗日奇侠微微觉醒记，子弹无法击中。抗日奇侠金金觉醒记，对鬼子的攻击附带撕碎效果。哇，没想到这些都是被雪藏的历史，这些侠士真是太厉害了。大家为了保护这些绝技，才没有把他们写入历史，这对他们太不公平了。不行，我必须要让世人知道这些英雄。各部门都准备了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喂，你就是那个抗日奇侠的导演吗？你侮辱了历史，侮辱了英雄。你这个无聊的人，根本不尊重历史，你不配做导演。垃圾，这个国家是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你们根本不懂历史。举书拍点击关注，随时看，一集只有这么长。